你现在无在场，何我念来到这哦？为何无赶紧跪下求生呢？哎呀，风波啊！你本来就是女流之辈，正经思想是我四点三牛力三分，想袂到你使用少林之波，我施主会比你速擒。我四点三，我拢一尾鱼仔落在你的鼎中，要谈要讲无在你，何必当然呢？唔惊死？好哈，你若唔惊死，来！在，甲伊念起来。是。呀！嘿，要做啥？你们叫我家己来抬。但我是讲，唔甲伊念过啦。哦好，这件风景多好，风景较好。我拢看你看甲无声。你感冒？不是，啊无嘞，是你做歹控制。啊，你咪讲甲掠过来。我是讲，甲我掠过来。掠个只，掠个只。好。要只甲你抬。好。真正不贪兵，真正不收枪。我若要甲你骂，是你袂过界啊！我，你等我看下，我甲你抬着好。哦。无你代志，你去休息。是。这个房子都有够恢复的呢，哈！是啥聊过啊？那边聊过去，到底是要买台呀，买房呀？四点三，我给你念了之后，当然我会欢喜。是啥物原因？买台给你抬，啊，抬了放我走。我有影，啊，不过我有条件要跟你讲，讲会好，我就放你走。你是凭什么要跟我同条件啊？我是二路温水的，你不要搞，你是我手下败将。对啦，相信我是最比你所听的。嗯，我有什么条件？我想听下你，我就答应你。真正的吗？对。先生，我那个先生啊，看啥子热情哈？你那个怎样演到那？到哪里啊？Oh,
以后会反咬你，爱
爱我冬天受寒，如果我有一道微微的感情，我甘愿。雷打天，火烧天，你给我连着四股向上天嘛！我这叫怎样啊？你白放甲一空，上好啦！你当作我是看家嘛？四零三，你手在无影一个线，啥物上线啦？替三岁囡仔，啊无安尼啦！哇，我用刀斧砍头，我用面山吊刀，面山吊未死，刀斧我刀斧会破空吗？做大伯做用的，正经啦！还是的，我的话我甘愿，半天雷大锁，把我的四零三叫下来。这句话你讲的，这也算作吗？真正哦，我讲出就是话啊，讲出就是话，对对。哎呀，你干嘛这么贱呢？看一看，这歌白调，袂使真传的，愈白愈暗啦。对。你若是爱乖乖听我话，啊，我即马会当转去袂啊？当然嘛会当啊，要唔过你若倒转去以后，我会记起，赶紧派人叫来遮查起。这么紧哦？即马搁咧证书的袂？无要紧啊。不要紧哦，安尼你袂使我咧行路转去啊，你毋得牵马金枪给我行。叫我带枪给你，对我不免难认字，丢出头前不会伤，嘛不离，你金枪给你给我死给怎么的会安怎？哎，我要得罪翁啊！但是你想看嘛，咱两个说亲情，只有你甲我知影呢。你其他兵士也毋知影，啊，到时若看到我动作，我伫军要甲我抬边怎？你敢救会有啊？安尼咱嘛对吼，好啦，安尼讲，爱翁都爱拼担，我较体贴的，我较温柔的，我来边嘛，互你坐。